常好的一些佛法圣旨，他现在解释到的话，他说中道正的正道的德行，那为什么称为法？法这个概念比较复杂一点，算是它这个字里面有很多种意思，像我们说心也是一样，心有可能指落凡心，有可能指圆顿心，那也很多种，可能是精神的，可能是落的。那法这个概念也是，一切法毕竟空，以及见法即见佛。那这个法的概念是不一样的，比如说，这个，一切法无我，这个法，那么跟见法即见佛这个法，它的概念不太一样。那佛法里面有很多像类似像这样的，就是一个语词里面它有很多不同的概念，这个法相当的复杂。那现在是老师是先去那么看这个语词它的一个变化。那很多时候就是说，我们说这个一个名词，那么它会随着我们的时代，它可能会给它赋予新的意思。那很明显的效果就是这个词，因为语言的东西本来就这样。那或者我们自己也一样，比如说最典型的，像我们现在讲机车，那这个名词它已经改变，以前讲汽车就只是汽车而已，它没有牵涉到，确实是一辆汽车，现在讲汽车有可能不是汽车，就是指一个人的个性，同时它的一个性格。那么像这样的概念在佛教里面也有啊，比如说。我们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，比如说涅槃。涅槃在原来印度的习惯的话，就是我们的习念，吃饱了、口渴了、肚子饿了，肚子饿了吃饱了，那么肚子就涅槃；口渴了、喝水了，喉咙就涅槃。基本上就是他们两个感觉没有那个涅槃。到了僧人，到了佛教里面的涅槃，就是把烦恼断掉。不再轮回，永远不再受苦，一切苦都没有叫灭。那到了这个大圣就把它升起认为真正的涅槃是成佛。那么正阿罗汉还是有涅槃，成了佛才真正叫无明涅槃。好，那么一个名词它不断在改变。那现在讲到这个法是这样，我们现在来讲这个，那个法的定义是。鬼词，鬼是鬼律、鬼范，词是不变不失，就词词不失。那其实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原则啦、定律啦。我们不是又说常常背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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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定律，就背了很多化学的、物理的、数学的很多定律。那定律就是它绝对是这样的，它不会改变。那么所以叫做。鬼律鬼范，那么它因为它叫做鬼词其实就是鬼律鬼范，词是不变不失，就是这种鬼律它不会改变，不变的鬼律就是常道。那么大正道不但稳道稳的常道，而且就是古仙的道。那通常讲古仙的仙的这个定义。包括佛这个定义也是一样，佛陀这个定义，仙人这个定义，古代讲仙人，那跟我们的仙人不太一样，那仙人也是可能就是佛陀觉者，那这个是关于的印度话的，也是这样，原来的这个佛陀是觉者的意思，这仙人可能是成就者。一样，成就者、觉者。那在印度，佛祖是很多的，就是说觉悟者，因为每一个人都觉得他是觉悟。那么包括耆那教认为，大雄也是个佛祖，也是个觉者。
都认为啊，他信的才是真神，真正的神啊，其他的不是。那类似像这样的概念，那后来啊，佛陀这个觉者的名字啊，到悉达多的时候，变成他一个人专用，变成佛教专用。啊，比如说耆那，耆那是生命者的名字。啊，那大小，他是生命者的名字。那么这个就变成啊，这耆那教的主持这种专用。那其实这些名词，它基本上是在说明一个概念而已。那原来说觉者，很多都是觉者。那么甚至这个后来，你说舍利弗目犍连，舍利弗目犍连也是觉者，他也是觉悟真理的人。那外道的先不说啊，那舍利弗目犍连，他也是觉悟真理的啊，这些阿罗汉都是觉悟真理的。他也可以叫觉者，但是后来这个觉者的名称就变成佛专用，悉达多专用，乔达玛悉达多专用，这叫耆那。乔达玛是佛的姓，乔达玛悉达多专用，为了尊重他，有点像比如说印度导师，导师这个名词基本上就是引导引向真认识真理的导师。引导的老师而已，很多导师不是只有印顺导师啊，但是啊，印顺导师叫导师之后，我们就不好再叫导师了，就都变成这样。但是不是他，就是后来以后再远远啊，除了印顺导师，你可以再叫他什么导师什么导师吧，那其他人当然可以，那人家才管你。但是就是一种尊重，那佛陀也是这样，他变成是啊，尊重这个。所以除了佛之外，其他人都不叫做佛陀，不叫做觉者。那这些名词，它基本上都在印度其实是很多觉者的。那仙人也是这样。那仙人以前就是所谓的佛陀的意思。所以古仙人啊，其实就是古佛啊，就是古佛，就是以前的佛陀，过去。基本上古仙人，所谓的古仙人就是过去。那像辟支佛也是一样，就独觉，他也是佛啊。阿罗汉其实也是觉者，辟支佛也是佛，辟支佛啊，就是独自觉悟。那后来我们就把这个分开，阿罗汉、辟支佛跟佛啊，那差别在哪里？辟支佛是独自觉悟，那释迦牟尼佛也是独自觉悟，但是释迦牟尼佛有故作身，那辟支佛没有故作身，其实差别就在这里。那阿罗汉就是不是独自觉悟，是由佛才觉悟，那这个就是三乘的差。那这些名词基本上就是后来这些名词都开始有一个，就是它的一个概念开始转。那现在来讲，这个印顺法师是从这个废土变法的概念开始说，然后说它本来是怎么意思，后来开始演变。那我们如果不是特别研究这个，看这个东西就比较没有感觉，就觉得像讲这个要做什么这样。我们来再看，他说这个古仙人道的永久性。变性是向上向解脱得喜的常道，那其实它就是一个定律，那就是一般来讲十方国籍万一入涅槃，那基本上都是主要这方，就是说如果要得解脱，要解脱要成佛要成正觉，那么这个从古以来都是这一条路，都是这一条路，十方国界万国涅槃，这十方三世诸佛，过去是这样，这现在是这样，过去也是这样，未来还是这样，所以它是不变的常理。十方国界万国涅槃的世尊，那么佛的意思，国界万，一路涅槃，
这个就是八正道，都依八正道而成。当然啊，那么也有说是念去啊，啊，其实道理是一样的。那他这里讲到说有永久性、普遍性，那这种基本上有时候叫做法性、法住、法界，它也是这种概念真理。那么依八正道成佛，它也形成一种定律，一种定律是向上向下的。那通常佛法有三个趋向，学习佛法有三个趋向，就是向上、向上、向下的。它，所以我们学佛就用这三个来衡量你是不是在学佛。那向上，善跟恶的差别就在，那么自利利他，就是说你对于你自己的生命的价值，然后生活的品质，它基本上是好的，不会带来灾难性的痛苦，那这个是好的。还有对别人啊也是有利益的，就对自己有利益，对别人有利益，这基本上是善的，就在。对自己的生命跟生活，对别人的生命跟生活，能够提供有利的，那么这个帮助啊或作用，它基本上就是善。如果会伤害自己跟伤害别人，那么基本上就是恶。那当然很多东西是善中有恶，恶中有善，有不一样。那第一个它也是善，那么就是对自己有利，不对别人有利。第二个就是。它一定是可以提升的，往上的，欲界可以升到色界，色界可以到无色界，无色界可以出三界，反正就是这样。好，还会更好，到了成果就圆满究竟无上的道，其实这样。所以最后解脱向解脱，向上向上向解脱，向上就是啊，你学习佛法基本上你可以感觉到。你的身心变得好美好，那么别人也因为你学我，那么变得好，就是你学我带给你自己身心啊，生命价值有提升，生活品质有提升，那么也同样带给别人啊，那么有利益。那向上就是你越学越好，你学一年跟学两年不一样。学一个月跟学一年不一样，就像你读书一样，读了一年啊，一年级教的你都会，你才读二年级，学佛也一样，你学了一年跟学了两年，你的智慧、你的慈悲、你的忍辱啊，你的舍心，那么越来越提升，基本上就是这样。那如果你学一年、学两年、学十年，根本没有什么改变，那就表示。你学的有可能不是佛法，你虽然你很专注的念这一部经，你十年前念这本经的时候啊，比如说念金刚经，或念无量寿经，或念阿弥陀经，或念阿弥陀佛，都不管啊，或念往生咒啊，或念念地狱真言，不管你是念经、念咒、拜忏，你十年前你是这个心，那么这样念不懂。那么十年后一样念这本经，但是还是不懂，还是那个心啊，那这样就表示什么？没有向上，没有提升的作用。啊、很多人是这样的啊，十年前念金刚经，十年后念金刚经，啊，每一个字都看得懂，但是就是不知道他在讲什么。十年前念阿弥陀佛，十年后念阿弥陀佛，也不知道啊，也不知道阿弥陀佛是什么，但是专注的力量啊，有些有提升，有些不一定。那么，所以这个就是他没有向上的力量，他是向上没有错，那你就去造业，他没有向上的力量，没有提升。你学十年跟学一年一样啊，一样啊，你的智慧没有比较大，你的慈悲并没有比较大啊，你的忍辱并没有比较强，你的烦恼并没有比较少。那因为没有向上，都不可能向下。那你的最终目的就是向前走。那这个是佛法的一个趋向，就是你到底是不是学佛啊？从这里可以看得出来。所以它基本上啊，
就是你学习佛法，那么就是它有永久性普遍性。那么永久性普遍性，它基本上是这样，你从这个法来讲，啊，你学习的是法正法，就是说，你今天学是这样，你如果能够照真正的佛法学，你就一定可以向上，跟向上向上佛。那么你明天学也是这样，你20岁学，你90岁学，都有那个作用。美国人来学，啊，中国人来学，你只要学对了，都有那个作用。就好像不管是非洲人，啊，那么这个亚洲的人、欧洲的人、美洲的人，啊，甚至外太空的人，喝了水都能够解渴。假设喝的是真正的水，那么在10000年前这个水能解渴，在10000年后这个水还是能解渴。一样，这个法也是一样，当然有永久性，永久性不会随着时间，这个法就有衰减。那我们现在有这个观念了，就是说释迦牟尼佛说的法，2500年前，啊，那它有那个作用，100%的作用。2500年后变成末法，变成只有1/10的作用，末法变成没有作用，末法就变成没有作用。同样的一杯水变成解不了渴。同样的佛法，同样的八正道，变成你虽然修八正道，也是不能解脱。为什么？因为现在是末法，你修也不能解脱。那这个就错误。因为法，因为现在在讲这个法，它有什么？有永久性。永久性就是，永久性就是不受时间的限制。古代迦摄佛的时代是这样修：依八正道得解脱，依八正道得成佛。释迦佛的时代也是依八正道的成佛，舍利佛目犍连是依八正道正圣的，我们也是要依八正道正圣的。你说2500年啊，所以八正道不能证佛，只有念佛可以。那么在这个娑婆世界不能证佛，只能到极乐世界才能证佛。那个叫什么？那个就没有永久性，没有普遍性。啊，你要记得，就假设。啊，假设说现在过了2500年，那么现在是末法，那么你修八正道，你没有办法向上，没有办法向前，就是修八正道不能成就我。很多人经常讲，末法因缘修行还能得到，啊，现在你修八正道不能成就，你只能念佛到极乐世界，在这个娑婆世界没办法，2500年后也没办法，在这个地区没有办法。在这个时候时代没有办法，那你自己没有办法，就是时地的嘛，这个时代这个地区，你啊，你身在末法业障重，所以你没办法。你要有办法，你身在佛陀时代，所以2500年前的人可以，2500年前的印度人可以，2500年后的中国台湾这个地区的你不可以。那这个法又没有什么，没有永久性的普遍性。你要知道，它就不是什么，它就不是定律了，啊，它就不是规则了，啊，就是说它永久的、普遍的。普遍就是什么？不管是谁，不管是哪一个地区、哪一个时代，啊，就是遍界众生，只要是谁。真正往这个地方修，他就能够得到这样的利益。所以古仙人道，啊，那不是古仙人才能修得到，不是从古以来一直到现在，只要谁修了谁就成就，谁不修谁都不成就。那这个是不会改变的。那么这里，所以它是向上向解脱得解的常道，就是一直以来都是这样。都是这样，那这一点还多人还不清楚，所以他认为佛法到这个时代，他已经失去那种功能衰变。释迦牟尼佛的时代2500年前，你修可以成就，啊，他每经过1000年或500年，成就就减半，不是这样。那么之所以修行成就的人少，是因为第一，大家不会很会
有成就。你想想，如果有人告诉你你这样修有成就，一千个人要来修，可能有800个人先放弃，你们都不能成就啊，我干嘛要修？所以这一般800个人就先放弃了。那你就发现了，你看都没有人修成就，因为已经多人放弃了。那么有200个人可能要修看看，但是遇到了障碍，他就觉得怪不得说现在没有办法成就，所以他半途而废了。那什么能够修成就的就很少，所以后来就变成凡夫无为，就并不能看这个过法修行很难成就，对吧？你看，因为就是这种观念才让人家会有成就。那这个很，因为你看现在的佛教好像大家都没有依照八正道来修真的，就算你努力修行，我们简单来讲，八正道是什么？对，我们现在用到这个普遍永久向上向解脱，看它是永久。正见正思维而来，由
之后，那么为什么呀？他会得定，心里尽心定，定就是寻思喜乐一心，他会有心里尽心。那即使你诵经也会念佛持咒诵经，都有可能达到心里尽心。那么就是你专注做这件事，专注做这件事，那么就会有一些进阶。那么这个是，那么多数的人从这里开始修，那他的方法就是念佛持咒拜经拜忏拜诵经。假设你说你拜华严经，你自己拜；你拜法华经，你自己拜。南无念法不叫法，那你有没有可能这样拜的时候读得懂法华经整部经？是没有的，因为你是专心在拜，你是用这个做方法。那么你有没有可能你自己拜中忽然见到缘起？有没有可能？不太可能。你有没有可能念佛念到，就是除非你过去有素食会，除非你过去有素食会，素食你善根成熟，像周玉盘同学这样，素食已经有智慧，那这里是障碍处，那通过这样的方式，把这个障碍清除，那个智慧显现，那个就令到别人。那如果没有的话，没有的话，你刚刚这样办，你不大可能，你念阿弥陀佛，念药师佛，念地藏菩萨、观音菩萨，你最高的成就就是见到阿弥陀佛，见到观音菩萨，见到地藏菩萨。那你见到佛的时候，假设你没有宿世位，你有没有人观？如果不太可能，你有没有可能观？你假设你没有读那个经，像你这样观啊，佛也不来，我也不去，唯心所现。那再回头观这个心是什么？心是虚妄。那从这个观身心无常里面，生灭无常虚妄如梦幻泡影里面见到我，见法，见缘起。那这个还是要有正见，他先有这个正见，那么起正思维。那么一般没有，当然一般都不了解，你不可能向解脱，你可能向善跟向上，但不可能向解脱。为什么？解脱的关键是什么？我们说过解脱的关键是什么？解脱一个就是解脱，一个就是轮回，没有轮回就是解脱。解脱就是解脱轮回，解脱涅槃。解脱的关键是什么？无我。不解脱的症结在哪里？我执、我爱、我见。所以你如果没有这种观念，你没有这种观念，那么你单单非常精进念佛、拜佛、持咒、拜经、拜忏、诵经，你有没有可能忽然之间豁然开朗，就证到无我？我告诉你是不可能的。如果可以外道就可以了，如果可以那么乖乖到那么用功休息，他为什么不能？所以你一定要从哪里？从正见、正思维。这个正见、正思维要一定是什么？这个正见你要知道啊，这个正见一定是什么？只有两种，正见只有两种，世间的跟出世间。那一般佛教都有世间正见，世间正见是什么？有善恶，有业报，有去来、过去、未来三世，业报是中三世，有凡圣，这样修行是可以解脱的。有些人认为是没有解脱这件事哦，啊，所以世间正见，善恶有善恶是有四种有。善恶有善恶，有业报，有业有报；有善有恶，有业有报；有去有来，有过去有未来，然后有还有剩。那么佛教基本上这个都是有的，但是这个只能让你向善而已，甚至是向善而已啊，从欲界到色界。但是你要折射，要向解脱，必须有出世间的正见。出世间的正见是什么？三无啊，这个是四有，这个是三无，是什么？诸行无常，诸法无我，涅槃寂静，无声无味，无声空无味。那么基本上，你如果没有先有诸行无
场或租房屋，那么重点是屋，你可以由屋场知道屋，你也可以由缘起知道屋，你可以由屋场知道屋，你也可以由缘起知道屋。关心我死的时候
修，那么谁都能修，那么谁修了都会有成就，谁只要不修都不可能会有成就。那么你必须要知道这件事。那么所以他基本上你一定要具足证件，这个是最基础的。那么通过证件和证思维，那么通过证件证思维而表现在你的日常生活里面，你发现哦，这个有善念，这个有恶念，一般是见证件。那你初次见证件，你会观察啊，这个人跟这个人吵架啊，你会观察这个中间的缘起，你会观察是名是恶，出受爱取有，你就这样从缘起里面就这样看。缘起不是写在书上，就在一个人的现象上，书或文字语言只是描写这种现象的文字而已。生命是一种现象，生命本身是一种现象。那么你借由观察别人的现象，你说这两个人在吵架，这两个人在吵架，它是一种现象。这个人在那边生烦恼也是一种现象，你自己在那边起烦恼也是一种现象。那么你就可以看到无名行事这个出售爱取有，你就可以看到。那么他一下子起烦恼，你很有高兴，你就可以看到这种生命相，你看到这种无常相。那从这里面去观察，那我们的生命也是这样。那观察自己的生命，观察别人的生命，那么你会发现到世间一切是缘起。那除了世间正见，你知道哪些善的会有好的出作用，哪些不好的会有副作用。比如说杀盗淫妄，它会有罪人的生命，最终一开始看起来好像是好，但最终会给你带来伤害。那这个你知道，就好像你吃东西一样，这个东西你好吃，但是常常吃，啊，你可能会有三高的问题，啊，那你就不能常吃，偶尔可以吃。那有些东西是完全不能吃，你说毒品，那完全不能吃，吃了马上会有后遗症、副作用。那么你就知道什么该禁止，什么不该禁止。什么偶尔可以，什么一定不可以，那什么一定要，那什么一定不要，你就可以分别到这些。那么这是由你的世间正见得来的，因为你知道分别什么是好的，什么是不好的，什么东西要常常吃对身体好，什么东西不能常常吃，那它会有什么副作用。那么这一些，那你们只发现到那我现在为什么不能吃，我过去常常吃什么，那我现在怎么样？是因为我过去常常做什么，就是运动啊。那我健身，那我现在身体会比较健康啊。那这些基本上都跟这个世间正见有关系。那么解脱一定要跟出世间正见，你一定要有这个概念，正见正思维，你常常在思维，你常到无我的道理，你才有可能啊，那么去断除这个烦恼，去控制这个烦恼。我们说佛法就是解决这个烦恼，控制烦恼，然后要调伏烦恼，断除烦恼，基本上就是戒定慧。那多数的人现在已经把这个法，它基本上我们说它是向上跟向上永久不变。现在很多都是从正经经济，它还不是正经经，因为正经经是从正见正思维而来的，那么加厚六行，那么正念正定，很多从这里开始修。你也不晓得，你要观察，你没有善知识，你在这里就观呼吸好。观呼吸之后呢，你有定之后呢，你要想些什么？它不是有定就好了。那个时候你都没有概念，你就是说我要修定，很专注的观呼吸，好让你得定，那么见光，或是看到身体的变化。那之后你要做什么？你要观些什么？给你有神通，那之后怎么样？你还最高最高就是外道了，外道先人外道。所以佛法它基本上是以正见为先，正见不离开世间跟出世间正见。那么这个是很重要的。但多数我们看现在，多数的人他觉得听那么多有什么用，学那么多也没有用。因为你听那么多，学那么多。学来的都不能用，为什么？模仿。学来的不能用，那你就好像你教那么多
你觉得就够了，不要赚了，你就赚钱也够了。啊，是一样的。现在人就觉得，现在是末法，因为末法佛虽然教我们说，那个是2500年前的人写的才有用，现在的人没有办法。啊，时代不一样，而且这个佛时代啊，那在佛这个中国啊，就是有佛的国土，我们现在佛已经灭了。没有动了，不是的。法就算在没有佛的时代，你能够照这样的来修，你还是可以得解脱。没有佛时代，因缘起，依八正道来修，不是。这个叫辟支佛，那就得解脱了。那个时候也没有佛法，也没有佛，但依他的习惯性，他就这样修，他还是得解脱。我们就叫他辟支佛，怎么会没有？有吗？没有佛的时代不可以成就的。我们现在没有佛，但是有法，有法就是有佛，有法就是有佛。我们基本上依这样说是可以的，但是你们要先确认什么是正见，你要把正见去确认，而且要深思熟虑，要肯定你这个正见的东西是什么，你知道了。那么你依这个正见，你依这个正见，因为我们起心动念造业，外界生活的人，那么你充分发挥这个正见所带来的，让你向上向上，那么再向前，就是出世间正见，世间正见跟出世间正见好。那么我们是顺便讲到啊，这个普遍性、永久性、普遍性向上向前都有常大，常大。好，这不妨再看个远些。就是他把这个法啊，从他这个根源处，根源就是什么？肺火啊。因为我们要知道，释迦牟尼佛是印度古化里面，那么他的一些学习都是从肺火思想。因为当时有所谓解脱的概念，中国就没有解脱的概念，其实也不能讲完全没有。中国有所谓成仙啊，成仙的概念。修仙的、啊、仙道，那么也相当于解脱，只是解脱的概念不一样。那古代的人都认为升到天上，只要升到天上或是成仙的，就永久做仙，就是成为仙的，那么就永久都不会再受苦。那其实从佛法的角度上看，你就是成仙的、佛的比较久而已，佛的比较久而已，一样会死，一样会死。所以以前那个吕洞宾遇到黄龙祖师就是这样，他以为啊，他有神通了，然后他以为他永久不死，黄龙祖师就跟他讲啊，你还是会死，啊、你会不死。那后来啊，据说就皈依佛教了、啊。那么这里啊，他说这个印顺老师在从更远的地方去调查，就是去了解这个法，所谓法这个概念。印度古语的吠陀，最早就是一句吠陀啊，一句吠陀、苏摩吠陀、夜罗吠陀，最后一个就是阿那伯吠陀，都是吠陀。那么这个是印度文化是很早的，先前3000多年就有，我现在2000年大概将近有啊，这4000。他的文化，然后后来把他的文化收进去，这里是为了其中的，他最早是三个。
的不过三五。那么在民生费用里面，基本上他这里写的冰糖老师写，他说在古代我们的费用说驼立一尺泛指一切鬼，其实他的宗教里面我们知道法是大嘛，大嘛找个概念是，他这里写驼立，其实实际他应该是立的，立的，因为他是这样。如果放我们来讲的话，应该是立的，他这里写驼立。如果从这个放我们这边，或是去找一个资料，他基本上都是法则、仪式。这个
我修什么法？修佛法啊，修中阴身救护法啊，修财神法，就念一些经啊，然后做一些仪式啊，啊，就叫修法，变成修法。那么这个东西引过来，就说你在说我啊，你从事一种以我仪式的行为。那我们现在也是这样，我们现在的佛法，我们现在的佛法就变成也是专注在仪式的行为。那这个我看一下子很难改过。如果真的要变得比较没有那么仪式化，啊，我们说现在的佛法就是第一个啊，形式跟仪式，就形式化、仪式化。那要尊重这个，尊重这个。那就是你说放饭，那么佛像啊，那布施啊，这些，那真正对于他们义理的理解，不一定要可有可无，但是那个佛像一定要庄严啊，那前面一定要点灯花啊，然后那个水果一定要摆到很高啊，好，一定那个花一定要很漂亮，不是这样，那对于所诵的经道理了解不了解，那个不重要，但是诵经的时候大家有没有整齐？啊，那诵的经的韵调好不好听啊？这个很重要。那这样能够，这样能够了解它的意义吗？那这个法会要变成这样，法会不能专注在仪式化，就是大家的诵的音调好不好听啊？然后那个法器啊，那敲的好不好听啊？大家穿的装不装点？那布置的好不好看啊？有没有整齐？多专门注重在这一部分，多专门在注重这一部分，就是你从色身香味触，从色身香味触里面啊，那个点那个香好不好闻？那个听那个声音好不好听？看起来整不整齐？在这些东西里面去做文章，那到底这本书在讲什么？大家读完书之后懂不懂道理？那没关系。没有意思，你看是不是这样？就是变成法，变成仪式化。那在婆罗门教就是这样，婆罗门教就是这样。所以我们现在要好好想啊，我们做的法会到底有没有法的成分在？你要好好想这个道理。好，我们接下来。我都听不懂了。嗯。